你冲最快了。退房了，对不起，我要开个灯，要不然我拍不到大家的脸。很吵，你们可以停一下，原来在吐槽。对啊，在吐槽。所以我知道那个抖抖抖是什么，那听起来就是雨打到铁皮屋的那种声音。你有听到？有啊，还蛮多的啊。可是它感觉就是那种屋檐，然后集中到一边，跟大水一样。没有听到。这样子走。学姐早安。嗯你享受了两天的单人床，上也加入那个巡房大队吗？现在时间要动动动，部队起床，请示开灯。这个声音好讨厌。别早该起床喽。去面朝哪边呢、啊？面朝。你在这边，直接起床喽。就跟你说。我是这样说。一早起来就让我打人了。上学的被子就好大一条，为什么上面也超小的？可是我的棉被还是被抢走了。原来是。然后最后真的我睡觉睡不香了。我在睡觉之前我就提醒学长说，学长如果我抢被子，学长可以把它抢走。哦。那你知道我们早上怎么起来？怎么起来？我被吓醒的。为什么？吓到好不好？我两个人脸很近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这样转过来啊，我翻过来，然后突然一个脸在里面。不是，我是盖起来的。对啊，讲说好不好？然后我就讲大家，有了。不是，我就被吓到，怎么有人会掀开来？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巡房的客户了，打了起来了，都醒了。我觉得吴婉萱应该会比你晚起来。为什么？他看起来也在赖床。大家都醒了，有没有起来是另外一件事。我早上被吓醒，因为除草机吗？没有，我一醒来，穿的脸就在那。怎样？大家的脸都是怎样？我都被吓醒。大家都互相看对方的脸，被吓死。我那时候在折被子，折被子。对啊，然后现在就一脸就是已经起床了。你有事吗？的脸看着我，然后我就一睁开眼，就那个脸，我都被吓到。这样昨天有打？对。这样需要打呼是吗？有。我也没想说，要开始了吗？因为开始听到呼吸很重，然后我还以为是旁边学姐，我想学什么时候会呼吸怎，就是睡觉呼吸这么重。我还称赞学长没，我说学长都没有打呼，只是没有吵到人。只是我没醒来而已，但是应该有进步吧？以前真的超爆大声。有啦，是没对啊，是没有到很大声那种。跟上次有进步。希望说可以控制是真的。如果在家这样出来，还要被我妈揍。看着。你是在拍什么？拍什么？杂志吗？写真集。谁拍杂志刷牙啦？为什么要用一直拍？我好像很奇怪。就很奇怪，谁会这样刷牙？你就是那个。我们要走了。我们要走了。走了。我要讲什么话吗？我们终于到了，然后还走错路了，然后又折回来。是学姐自己走过头了，我们前面没有走错路哦。是不是蛮不起眼？旁边那个招牌那么大，看一下到底哪一点点？旁边招牌那么大，下去转场吗？这家叫什么？这家叫什么？曾什么东东？刘。曾祖丹。曾刘先。曾祖刘。
真阿姨的，真阿姨，真主流野海鲜，吃海鲜喽！我们没有吃早餐，就要直接吃海鲜。希望大家等下肚子都没事。没什么好讲。Hello， 我人都好，好干净。你刚才说说话嘛？跟谁？你就说个你在他们旅程的心得感想。依然好吃啊、喔，依然好无聊，依然就这样、喔。啊，你讲完了？当六年了。不是旅程一开始，雪一直疯狂的查那个要吃什么。那雪怎么这么认真？雪说大家难得来这边嘛。认真的是。有什么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非常有热忱的待客。很棒，是一个很好的地陪。好棒。给你一个大拇指。好，我任务。任务结束完成。退役了，退役了，但是只是没有一个完成你心中所想而已了。哦、对啊，啊，根本都没有。你想去哪，哪里都不能去。没关系，我们感受到你的诚意了，可以的。手指尖，是说花枝吗？介于生和手指尖，软软的。虾怎么样？头很好吃，还没有甜虾头，对，头还没有甜虾。我要来甜虾一下。这样说要把头的沙挤掉。好，对，头的沙。它的就大家觉得甜虾好吃。好吃好吃，这个刚不是就讲了，我们臭美。大学也冲最快了。先跑再说，我可是好菜鸟。对啊，我觉得好恐怖，然后他就跑，我也跑吗？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好，我跑动作不够快。没有，感觉他们店家习以为常。对啊，没事没事。学姐感觉蛮正常的。哦，好久没遇到了。什么宫？南天宫看金妈祖跟玉妈祖，海港，苏澳海港，南澳，南方澳海港。学姐，海景如何？海景吗？哎，看看。如果在这边地震，应该还好。真的吗？可等一下海啸来了怎么办？应该是。你看远处，突然水这样过去。退了，全部退掉。大家都很专业，在那天看够多。转场吗？现在要来了吗？我们现在来到内皮海滩。不行，我觉得学姐的比较好。怎么转啊？这样子。这样子，还两只手。等一下。我们现在来到内皮海滩。好，带过去耶！耶！完了，太干了，都是热死。不是我们吗？在座的各位，千万不要对号入座，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。再一次！什么？再一次，现在想下去吗？还好，现在。哎、啊，头有点痛，有没有头痛？大家都下去了，大家只有三个人，所以我戴起帽子了。你想下去吗？想。我想要练习、啊、快去吧，打水漂。那我想要再，我放这边会打水漂吗？不会，我大概漂一次就没了。你那个叫丢石头，打水漂。手腕，对，有一个诀窍就是你手腕要放鬆，要打那个，对，手腕要放松，然后这样子出去。要怎么关掉录影？拜拜。
穴开始，穴要丢，需要说这样子拿，然后甩手腕，是这样吗？这样子吗？需要这里，好，教练先来，好，教练，他先示范握法，示范握，哎、欸，怎么扔出去了？我的练握法可以，失败，什么随性的？我已经把你丢出去了，教练丢葱花饼了，哇，快不行了，我的裤子，你丢下了葱花饼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他放在这里，怎么了？沉默了，不会打，我也不会，很难。肩套很多，我就这样子放在手上，就这样子连发出去。来喽，练习。哦，太好厉害了！喂，这是太丢了，这手机来抢。哇哈！跌倒了，好累啊！我们来到了。晴人玩耶，天气还不错，至少没有下雨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平常学篮球学多了，要改学新的技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学打水漂，如何打水漂。然后大家的能力都还不错，我们现在一个人都可以两次，差不多咚咚这样，对，两次到两个教学。教学中，两个教学在教学。对。像不丢丢看吗？我不会丢。随便丢，我们也都不会丢。都不会。对啊，随便丢了。像会打垒球，一定应该也会这个吧？对。对不对？这感觉是有关系的，那个运用的部位应该是差不多的。耶！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换下个行程了。泡温泉 ，Go！ 泡温泉，我们可以换下一个行程呀。加油！哈哈大家都好不友善哦。哈哈哈烦呢。反正都知道大家都很方便吧。哈哈哈哈还不错。只有你一个人玩到上，而且还不用反着，不用一千脚，你就是 sub， 五连脚就在那个方向。对啊，他应该要再叠高一点。怎样？身为作者，它的形状应该要再叠高一点。但是建筑概念不好。但是我想玩打水漂，所以我偷工减料。来，需要拍什么？把我脚拍一拍。我脚拍一拍，我拍。Oh my god！ Hello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啊，直接对着镜头，非常的有冲击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要来泡汤啦、啊！我帮小画过去。Go go go！ 来，准备开始喽。没有错，我们要先从比较没有那么高温的泡。那个变个18度的要不要？18度先不要了。耶耶，好小朋友，是不是很久没有玩这么玩耶？玩他小朋友。嘴巴好大，站不起来，
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站起来，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，努力，像刚刚那个感觉。呜我觉得有点危险，这些插件已经快到天桥了。我现在快要上不了桥，其实有点过分。飞超远的。我们泡完了，舒服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，肚子都趴了。现在几点？7:30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。要吃饭了，好想睡觉哦。这间是老客户了吗？这家的？宜兰店，宜兰店我大概吃过四次哦。谢谢的火锅已经来了，耶！突然从上面浮出来了，汉堡。确实醒了，还没有醒，不想醒。五盎司好多哦！我刚才想说，我以为这样吧。哇，我以为五盎司可能是一小片，我以为这样，可能五片肉这样。哇，好多哦，比雪饼还大，那是八盎司，超大盘。这样点香草猪，对吗？最后冰淇淋。最后冰淇淋加了2球，我们的宜兰之旅快结束了。没错，用一个冰淇淋收尾。又被学姐冰淇淋，他们六分界，拜拜，已经约好了。学姐冰淇淋，拜拜。没错，拜。对，他说，希望我们明天上班不要睡过头，拜拜。对。请各位上班记得报平安，我今天上班了，起床就叫一下。